眼相也能看职业，搞错小心吃大亏。每一个品项都有分文跟武，甜点它就比较偏文，然后炸鸡就是武，眼睛也是比较偏圆，偏圆偏圆是个文的，所以走文的路线。我之前有投资餐酒馆，是惨赔，好扯文。每周三、周四晚上10:15，请锁定《姐妹亮起来》。以上节目由金科生物纤维面膜冠名赞助播出。